任初，饼干来了。啊，同学，你找我？我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谁让你们偷衣服的？别乱看，十二不一。干嘛？那几个男的有那么好看吗？嗯，好不好看是其次，主要是我热爱科学。最近我在研究人体肌肉，职业病没办法。有两个男的，腹部肌肉还不错。研究我的更标准，我好吧？光看是不是还不够？试试手感，怎么样？我的腹部肌肉还可以吧？以后想看直接找我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要的饼干，按照要求做的。无糖，口感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们游泳社的人真多呀。外校的来看场地，周五要比赛。你要不要也来看比赛？我没兴趣。那好吧。罗婉，我送你出去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害羞，保护一下。运动员会害羞？好了，安全了。哎，人初，有事？300块钱饼干钱。这还不够买半个模型。